都其實打得挺好的，即係其實今次大埔都守得很好嘅。咁但係即係今日嚟講，我哋都個心都即係士氣好啦，同埋即係有運仔啦，幾球都可以嚇化險為夷。咁當然今日就張表現，我覺得張表球都很好啊，即係球隊方面啊，見到啦嘛，見到嘅今日個即係幾多球都搞嘅，點解咧？大埔幾好啊，氣氛咁啊，但係點都好啦，今日我哋贏咗，篤爆咗波打，係咪嗰個主場嗰個咩啦？耶！咁有 Chris 啊，影嗰邊啦，唔該 ，Pop 啊，耶 ！Hi Chris，Hi Chris，Yes，Yeah， 好啦，我去到嗰個大埔運動場嘅，你睇下今日場波嚇。因為其實兩邊都有球迷在，其實排面上都因為咁啱，兩邊都同一個位置，球迷在都差唔多。但係今日大埔又一次犯錯咧，又俾十幾秒入波，我覺得就冇辦法嘅。既然咁樣，就其實個賽果就非常之合理。想問問你咧，對於祖利亞出場啦，同阿少榮出場嗰件事點睇咧？其實入面睇唔到喎。係，其實點都好啦。今日場波雙方面嘅表現都非常之好嘅，咁我哋都覺得呢場波係能夠打贏到係神兄嘅有運咯，因為始終嗰兩三個嘅呢個攻門都有個自有神助地攻門啦，或者其他球員補咗位嘅。咁但係今日能夠攞個三分，令到南華聽日如果能夠贏到深圳瑞星音樂咧，就會進錢榜首。上位大嘅，上位冠軍。好啦，今日嘅報道喺大埔場嘅報道驗證係咁多啦，交翻你電視台嘅節目室。